精神病病友同志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，今天上级领导要到我们医院来视察了啊，我们请赵院长给大家做指示，大家鼓掌鼓掌。过一会儿呢，就有很重要的领导要到我们医院来参观调查，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列队欢迎。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大家一起鼓掌，掌声是越热烈越好。我把手放下去以后，我们必须马上停止，不能有一个出错。大家如果都坐好了，那么今天晚上请大家吃加薪入众。如果有一个做错了，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，那么大家都没有的吃这个入众子了。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大声说一遍，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爱不爱吃？爱吃。别不想吃粽子了啊！你没看这院长的手都放下了吗？领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些疯子啊，真是防不胜防。对不起，领导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疯子，我是精神病。